啊，这个状况像什么呢？像在做梦，像在做梦。我们晚上有人没有做梦的吗？没有做梦的举手。从来不做梦的。啊，大部分的人都有做梦，好，大部分人都做。你做梦的状况，你如果能够控制，你做梦的情况能够控制，表示你修行成就。你做梦的情况不能控制，表示你还不行。还没有成就。你说哦，有人推你下悬崖，你只要念一句 Om Mani Padme Hum， 你还记得这一个咒语 Om Mani Padme Hum， 马上悬崖都不见了啊，那个人也不见了，你就是好好的，就不会受到这个惊吓，受到这到处乱跑，突然间跑进一个那里有一个洞，你就跑进去了，惨啊！那个洞是一个蛋啊 ，egg， 你知道吗？是一个鹅蛋啊，到时候浮出来，你就变成一只鹅。就是你就是变成故事，你被敌人追杀，你一看哇，那边有一个山洞，哇，跑进去，哇，那个洞好长，进到那里面了，完了，你出来就变成一条长虫，就是 snake， 一条蛇了。你跑进一个房子里面，哇，人家在追你啊，在后面很多很多这个冤亲债主在追你啊，你跑跑跑，看到一个房子啊，房子上面还有一根旗杆啊，你就跑进去那个房子里面了，你出来了，你就变成一只猴子 monkey， 为什么？那个房子是 monkey， 那个旗杆就是它的尾巴。你就变成就是这样子的，会这些现象都会产生出来的。所以你只要能够意识根本上师的心咒，根本本尊的心咒，根本护法的心咒，你念了护法都会显现，本尊都会显现，这个啊上师都会显现，就会引导你到佛国净土，表示你修行在中阴还有成就。